残余的力量，总比绝望更多。命运迎头痛击，好尴尬！一心大招封走位，然后留住了两个前排主要目标是李宝鼎，幽默大闪配合吕布大招都扑空了，开的都是龙。这是什么鬼？打野还是守野都是需要发育的，这波无畏被片段大了，直接被蓝推入来，吕布单挑一个大招闪现跟过来，输出再来一刀，阿泽的吕布拿下了第一滴血，埋伏他一手，别怪如雷霆，机会黑暗，你们已经无处可逃了。煌煌世人，可知警钟已在怒雷中长鸣，雷霆所击，无不迷灭。你们逃避，我征服。闷声发大财，小小的推波助澜而已。看你不爽，来决斗吧。Hello， 杀！万不要做。走位的话是松露三个人，他们上路这边好像想对马超动手，有四个，欢迎来到对冲。但是因为那张黄牌中，巨如破土，长驱直入，红天架在正面，一个人刚四个，我有五个，他只有四个，我快闪现调位置，直接冲红我，再调三人中间，这是正儿八经一打四，直接给上治疗，侧面拉过去，调位置冲不到，再往侧面走，再补一枪，物料不受的残血。CTDG 在下路创造的这一波帮射手拿到一血的优势就荡然无存了。哎呦，这边牛来个最后的一下给到潘芬。Bye, have a great time. 这不得谢谢啊，这是终极的一击。也走不掉，被曹操给切死了。出人扎进去，打出那个轮我再进去杀掉了蒙恬。这里曹操再被一诺斩掉，也难走了。最后一下能不能来得及？大成跟了一个普攻过去，王者普攻，但是妖刀跟上了一个一闪。妖刀直接一个一闪，让我们没有看到大乔那个平。对。